自然疗法心得分享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是要谈到第八集自体免疫疾病。自体免疫疾病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课题哈，它主要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这个自己的细胞啊，就自己打自己了。这个分为很多很多，那么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说做一个很完整的说明，我们只提出两个我们曾经治疗过的个案啊，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事实上所有自体免疫疾病的治疗方法都差不多，不管你诊断是什么，大概就是类固醇嘛，免疫制剂嘛，MTX 嘛，奎宁啊等等哈，大概只要你诊断是自体免疫疾病，大概就少不了这几样这个常规用药。那么我们用这个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哈，自体免疫也好哈，我们用的方法还是一样，排酸排自由基。像这一个个案哈，他是有糖尿病加上自体免疫疾病啊，他们叫自体免疫异位性皮肤炎，它是非常非常严重，全身性的，好，全身性的。那么我们他来的那一天是礼拜六，5月6号，啊，去年。那么我们就给他在这个保健馆吸清，他吸完清以后呢，5月7号礼拜天他又再来，他的这个自由基你看啊、哦。5月7号他有两个，第一天第二天他的自由基有时候排有时候不排，大家看1、2、3、4第四项哈、哦、他的这个自由基中间好像排不出来，然后有时候排不出来，好，这个酸碱值也就是没有很酸。可是呢他第二天就是5月6号5月7号当天早上哈、哦、我问他昨晚怎么样，他说昨晚很好睡，昨晚很好睡，因为他根本就是每天都养到哈、完全没有办法睡觉，养到天亮，天亮才迷迷糊糊睡一下这样。他这个非常的严重，他说基本上昨晚是没有再养哈、哦，大概剩下10%不到，睡着以后就不养，啊、哦，我听了就很高兴。后来呢，他是一直吸一直吸，然后他也本身就是糖尿病嘛哈，我叫他不要吃药，就是断糖生酮饮食。然后大家看最后一次哈、哦、5月12号，他一连来两个礼拜，他自律神经整个就起来了。大家看自律神他的这个最后一个5月12号那一天的自由基哈、哦、你看他就很顺利的排，有没有不会有阻塞的感觉哈、哦，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个案，他后来整个也是好了哈，不过最近还没有再拍照。另外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哈，就是重症肌无力，还有长胸腺瘤哈。我第一次看到他呢，我就看到他的尿是这样，他吸完清哈，反而尿变碱了哈，变八了，本来是5的哈，变8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种情况就是说哈，它的这个细胞排酸排不出来，啊，自由基也排不出来，可是我们讲溢出来了，就满了，跑一些出来，它一吸清就把细胞外面的清干净了，变成好像血液里面已经没有酸没有自由基，事实上自由基跟酸还是累积在细胞里面的。好，大家就看这个就是这样哈。因为我们通常都会把它的酸跟自由基哈、尿哈、简体哈、放几天再拍照，啊、右边这个是放好几天以后，你看它的自由基就是很浓很浓嘛哈、那么它长胸腺瘤哈、胸腺瘤就是免疫系统的一个胸腺嘛，最源头的地方哈、它这个胸腺长瘤，啊、瘤是这样，用内视镜看到是这样，开出来是这样。哦、这个叫胸腺瘤，大概差不多4-5公分的胸腺瘤、它是重症肌无力，因为它的那个
叫做抗体浓度哈、哦，正常几乎是零的，它是900多，嗯，所以抗体哈、哦，这就是把它这个乙烯胆碱接受体哈、哦、给它盖住了，所以它要吃一种叫大力丸哈、哦，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浓度。后来他大力丸吃到哈、哦，已经吃到最大量，同时哈、哦。隔4个小时吃一次，他已经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他吃完大概2个小时就瘫痪，全身就瘫痪，哦，哪里也去不了。那么，我们就给他做一个大概7-8个小时的，心肺挑战测试哈、哦。大家看他，我们最上面那个心肺哈，他就是一直吸，一直吸，吸吸吸。吸到最后，你看最后一管清有没有，它就已经没有什么自由基了，就排干净了。那么在下面一个哈，4月26号时间，5月8号再测试哈，也就是自由基越来越少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患者哈，他后来就几乎都完全好了啊，就没有再吃药了。那我最后一次啊，他后来也没有来复诊。那么我大概在今年就是9月的时候，他住屏东嘛，啊、哦，他屏东有一个亲戚来，他就写这个人的名字，哎，我说他现在怎么样？他说他完全好了。我说好是什么意思？还有吃药吗？他说没有吃药了，每天跑跑照，连重症肌无力的药都没吃了。我就很高兴，我觉得这两个哈、哦，想自体免疫疾病哈、哦。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。事实上哈、哦，它的治疗方法就是跟治疗其他疾病一样，就是排酸排自由基。所以会不会开完刀？啊？他不是开完刀？对，开完刀已经拿掉了，还是一样，已经好像好，不知道多久，我忘记问他。不管你是甲状腺也好，硬皮症也好，好像这个毒性甲状腺亢进哈、哦、也是一样。可是这个人哈、哦，他就没有再来，好，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。你看他就是自由基，就是还是很多嘛，没有排干净这样。所以我今天呢，自体免疫疾病太多啊，我们就是拿两个比较有图片的哈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可以继续看下面一个叫脑鸣跟脑雾。